要为那个馆长，然后什么，我，你们信不信？我没有见过这个人呢、欸，我是因为被骂，然后告他，我被骂，然后告他，然后告赢了，判赔给我，就这样。那这有什么好出气呢？就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发泄。那如果说不太喜欢我主持的话，现在有200多台可以看，你就先看看别台也无所谓。全程的黑道都是我的好朋友啊，我刚刚都已经讲了，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真正帮助你的兄弟就是这些兄弟。没有啦，那个他们会处理啊，没问题的，没有损失，对，一片祥和，身体。对啊，他是一个老板娘，对、啊，都是我在负责的。